各位现场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琳，欢迎大家莅临2018台北国际新车大展 Mitsubishi Motors 展区。今年 Mitsubishi 启用全新品牌精神 Drive Your Ambition， 追求燃起心中的野心，随着个人志向探索，随心所欲到达理想的地方，并以灵光耀动作为展场设计主轴，传达人、车、环境，保留传统又迈向创新、相互依存的概念。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车款是 GT PHEV Concept。 GT PHEV Concept 完美诠释次世代造车工艺前卫造型，动力系统 Mitsubishi 领先全球的 Plug-in Hybrid 系统，在纯电模式下可行驶距离达120公里，搭配汽油引擎更有1200公里的续航距离，搭配 Mitsubishi 独有的 SAWC 超能全时四轮传动系统，诠释新时代造车科技与地球自然环境完美共存的理念。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年最新发表的 Eclipse CrossEclipse Cross 在家族 Dynamic 的设计与会加持下，展现浓厚跨界跑车造型设计。为了彰显 Eclipse Cross 的个性化，在内装上呈现更为简洁、精炼、科技感的风格，同时更搭载多项澳式同级车的丰富安全配备，获得 Euro NCAP 五颗星的最高安全评价。接下来为大家介绍 Outlander PHEV N Zinger。